去年十二月，微博女王姚晨自曝怀孕，至今一直鲜少露面。本月六日，姚晨夫妇被媒体目击到在某医院做产检，此后更是传出本月十日姚晨将在该医院进入产房。我们随即在七月十一日赶往姚晨产检的医院，不想未进医院便遭到阻拦。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很难保留有自个儿的身份，不想入别人看。要是说这里边就单独一姚晨，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什么呀？就单独一姚晨。随便拍，那我这不管，因为这可能更特别有身份的人，他觉得不舒服。不是，你们这边是不是都是一些明星在这生孩子？有身份的吧？对，都是有身份的，大多数都是有钱的。据闻是日资医院，院内入目竟是高档座驾，而王菲、那英、赵薇、李小璐等众多女星都是在此医院生产。不知工作人员口中有身份之人所指是否是这些女星？在工作人员协商进入大门后，编导发现并无媒体蹲守，与前一日众多媒体蜂拥而至的场面大相径庭，这究竟原因何在呢？啊，你好，能问那个姚晨是在这生宝宝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，您是哪？我是那个东兴娱乐的记者。你好，这里咱们这儿不让拍照，这不可以拍照是吗？那是姚晨方面不让透露是吗？不让拍照是吗？啊。医院内人员对姚晨相关情况俱是三缄其口，停车场、诊室等地更是守卫森严。媒体两天之内追报新闻态度的巨大反差，恐怕与此不无关系。倘若是姚晨叮嘱院方进行如此措施，不知究竟是因临盆在即不愿被打扰，还是有意所设的声东击西迷魂阵呢？那个姚晨过来了是吗？没有来吗？是不是他来了之后不让透露啊？不是，没有来。根本就没来。有媒体拍到七月十日，姚晨与老公曹郁现身超市，添置临盆用品。编导探查当日即十一日，也有消息指出姚晨与老公正休息在家。据某网站星象分析，姚晨真正进产房日期该是七月十二日。姚晨究竟能否如愿产下男孩，与刘烨杀意的儿子抢媳妇儿？产后的身体又能否胜任由他主演、章子怡首单制片人作品《非常幸运》的宣传重任？我们将继续直击第一现场，为您带来后续报道。